再请问师傅，同修他准备在祖坟旁边用水泥浇一小块地，用于祭拜祖先呢。但是他浇的时候不会动到坟地上的一草一木，请问他要注意些什么？需不需要提前跟我们打招呼？直接讲，要讲了，一定要讲了，嗯。要念经吗？要，7张小房子，嗯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